家的踊跃能够现在目前是有点超出我们想象。我们还准备的不够充分啊，还有很多让民众不方便的地方，我刚刚回去就已经开会检讨，怎么样让我们的民众主动不受干预，主动的来的联署，我们怎么样提供他一个方便的场地，让他很好的填写，主动呢让我们的表格表单流程让大家都一个一目了然。